讲话到底是讲清楚呢？无清楚呢？了解呢？无了解，这都伫遐看甜啦。嗨，阿桃师姐，嗯，不要洗头。啊，你来啊？嘿嘿，今日买买菜哦。有啊，买回来。买回来。大家会甲我讲，阿桃，啊，阮新妇吼，安尼无真浪费啦，袂晓俭啦，吼。啊，咱就会甲安尼讲，啊，袂要紧啦，乖就好啊，吼。啊，新妇来洗头膏，阿桃，阮大家又讲安那，无啊，因大家讲你足顾家啊，啊嘛足勤俭的，安尼就是苦中有得嘛。咱就是讲，甲伊甜饼，甲伊烧好圆，不要两舌搬弄是非，安尼就是安乐行呢。很多人都跟我说：“阿桃，我因为听到你哪一句话，我出来当助攻。我今年委员受证了，我真的很感恩，我很感动。你付出是不是很快乐？”啊，咱来心向力对准呐、啊，咱就是把握时间呐、啊，利益众生，以众生呢结好缘，来生相度啦。妙力的菩萨，当下都安尼甲我讲，阮逐工都伫咧熏法。虽然呐，阮很苦呢，啊伫咧改建呐，啊有所在用，甲无所在，阮一工都唔敢留掉去，阮去甲工务做啦，照一个角落人，啊真简单。今天伊个大群哦，大家都讲招啦，招到吼，人有诶讲，没有招头诶，无遐骨来招。大爱在地就开，就做这个环保，那都有读书会咧，也是为了健康。参加阮诶会员咧做善事，参加什么事？连旅行旅社拢甲人结合一点。行善行孝不能长，去见某一份咱遐人地方。今年咧，你怎么食素食无？我要自然，我是惯倒诶。祝福你，早日食素食啦！早日食素食啦！食素食啦！食素食啦！大家拢唔敢回来啊！唔敢回来买，啊，就趁无钱啊！啊，迄种我会感觉讲，反正迄钱啊，不是我要用的啦，我是要互恁做善事，要利益众生的嘛吼。我会这样想，我会想讲，反正我会心里注定讲，有一天你会了解我。道理通啦，也贴啦，了解啦，自然呢，世间的烦恼，咱无，不在意，甲放下了。安尼，时时都是欢喜。